小义工的使命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妈，妈咪，为什么你每次从育幼院回来都这么高兴啊？那里很好玩吗？有吗？我有很高兴吗？我都没有注意到。对啊，育幼院一定比我们家还要好玩。不然下星期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去啊，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玩。谢了，不用算我的，我有别的事要忙。那你们呢？我要去，我要去。我没差啊，去就去吧。好好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哇，小文妈，你们来啦，欢迎欢迎，小朋友都很想你呢。小文妈妈。啊，妈妈在这里好像蛮受欢迎的嘛。小文妈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小朋友最期待的就是你来的这一天了。他们说你煮的饭菜很好吃，有妈妈的味道。我本来就是妈妈啊，而且我也很喜欢煮饭给大家吃啊。妈妈看起来真的很快乐呢。让我们谢谢小文妈妈帮我们准备的爱心午餐。谢谢小文妈妈。不客气不客气。小文妈妈，我们可以和小文姐姐还有弟弟玩游戏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哇。谢谢你们今天的陪伴，小朋友都很开心。大家要乖乖的听院长的话哦。好。小文姐姐，你和弟弟下个星期还会再来陪我们玩游戏吗？当然，我一定会再来的。耶！小心点，慢慢走哦。来，快坐下。哇，你明天不能去育幼院了。可是我已经答应大家了。你明天还是在家里休息吧。对啊，一次没去又不会怎么样。如果我不去，小朋友一定会很失望。我才不想当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呢。有了，我有一个办法。小文妈妈他们怎么还没来啊？都这么晚了，可能不会来了。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小文姐姐，我们还以为你不会来了。你为什么坐轮椅？你的腿受伤了吗？这样你就不能陪我们玩游戏了。别担心，我带了好多故事书。虽然不能玩游戏，但是我可以讲故事给大家听啊。耶、看来小文姐姐比小文妈妈还要受大家欢迎呢。大家好，你们当过小义工吗？一开始我只是好奇，为什么妈妈每次去育幼院都这么开心。
等到我自己看见了这些愿童，我才知道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点点陪伴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很小的付出，可是却能让他们开心一整天哦。